弟弟那两个要是受到害羞的话，他就罚站了。那就在这睡觉。嗯，容易不消一点。我最担心的就是窗户没关呀。那还不敢碰。还有点。终于打通了。你走，赶紧下去桌子发，下腰一擦到窗户，用了多少窗？那俺们帮助你的洞，我是挖一条，嗯，多深？嗯，就就保证你手抠的。嗯，开了这么多窗户，竟然没有缝纱间。那还是缝箱不对啊，挂的不是一个缝箱。嗯，关键是那会儿挂了个缝包了。没事，刘总，以后一直吹了，一定要关窗户哈。他已经都做啥了？终于可以吃饭了，都快被饿死了。正好看，嗯，好看，嗯，好看，像了。